第四个方面呢是七逼。那么什么是七逼呢？就是七应该向外运行而不能向外运行了，它的歪处受阻了，向外运行受到阻碍了。那么引起这种原因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气郁之极了。什么情况气郁之极？大部分是因为情之所伤以后，导致肝气疏泄突然失调，导致肝气郁结发生的，而且这种郁结程度比较严重，气郁之极。第二种情况是秽浊之邪，秽浊之气，用咱们今天来讲，那有害气体，缺氧，缺氧状态，有害气体，突然导致呢，气机郁闭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引起病人突然的晕厥，牙关紧闭，开头的时候来呼吸急促，这就是咱们说的临床上气闭。因此气闭的时候是以心肝两脏为主的，所以病人多表现在一个心理相关功能，心主神志的功能障碍。那么气机失调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气脱。什么是气脱呢？是指气大量的外越而不能内收了，向外走的多了，向内收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必然在这个时候伴随的有前面咱们所说的旺阴和旺阳的特点。早期它还没有表现出阴阳失调，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寒和热的特征，那么这时候就表现出是气脱。什么情况要发生啊？什么情况要可以导致气大量的外越呢？从原因上，事发的原因上，过劳，速体这个人也就出现气虚，这时候过度的劳累，行劳过度，也可以兼之防劳。另外加上既发生的因素当中出现的剧烈呕吐、泄泻、大出血、大量的汗出，那么在这几种情况下呢，由于气和这些津液、气和血、气和生殖之精，它有一个气能摄这些液态物质，这液态物质又能够运载着气，所以随着这些液态物质大量的丢失，气随之大量的外越，于是就形成气脱。所以气脱在临床上比较少见的是单独见到，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是伴随着津血津液这液态物质大量的丢失而导致气脱。那么这时候病人在上述症状出现的基础上，开头表现出呼吸急促、表浅，意识呢逐渐的模糊，最后出现昏迷，这是气脱。总体上气机失调五个层面，它分为虚和实两类，其中的气滞、其中的气逆、气闭都是属实。咱们所说的气脱气陷是以气虚为基础的，这是咱们所说的气的失常，单纯的气的失常。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气的失常第一个层面上讲分为气的量的减少，就是气虚，气的运动失调，气机失调。而气机失常当中又分为五个层面，那就是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这五个方面又分为虚实，按虚实两纲来划分，那又分为虚的病机和实的病机，有三种虚的病机，两种实的，三种实的病机，两种虚的病机，这是咱们所说的气的失常。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津气血津液失常的病机当中，第二个方面就是津的失常。津的失常，咱们按邪正关系上来讲，所表达的呢，邪正与虚实的关系来讲，它表现出有两个层面，那就是虚的病机和实的病机。这里所说的津，首先应该知道，这里所上的津是指的什么？那么，前面咱们讲到的津的概念，就是指构成人的形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那么这里所说的禁，就禁的市场，既有广义之禁，也有狭义之禁。广义之禁就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五脏六腑都有；而狭义之禁，仅仅只是指由身所住的、能够繁衍新的生命体的狭义之禁。那么了，在熟悉了禁的内涵或者相关概念的背景之下，那么禁的市场，咱们刚才说了，它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不足，一种也就是虚的状态，一种是偏生。那么禁的不足这种病机，完全符合咱们前面所说的《统平虚实论》第28所讲到的禁气多在虚。那么禁的不足这种病机，引起的原因可以是先天不足，先天病数不足，后天可以失养、旧病，或者是劳生太过，无论是咱们说是形劳、房劳和身劳，都可能导致。这是引起的它的发生的原因或它的背景。那么禁的失常，在临床上哪些脏腑可以出现？任何一个脏腑都可以出现，但是以肾禁不足为主，是肾中所藏的先天这个广义之禁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内禁上古天真人上的明确指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嘛，故五脏肾乃能泄，所以肾所藏的五脏六腑之精就是这里咱们这里所说的广义之精的缺乏。那么广义之精怎么判断它是精的不足，是广义之精精的不足所引起的？它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人这个人类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他在少儿时期出现精亏的时候，精力不足的时候，就可以使这个小孩生长发育迟缓，因此就会出现身形身材矮小甚至畸形，像咱们常说的鸡胸龟背罗圈腿这一类的，都是属于精力不足。早期诊断以后，就要按照精力不足去予以治疗。在青壮年时期，它可以表现出生殖功能减退。那么在男性不育症、女性不孕症，还可以表现出像记忆力减退，可以表现出骨病。那么在中老年人，它可以表现精力不足，可以表现出多方面的。判断他的精力不足，可以通过他的头发、牙齿、听力、性功能。因此在临床上，他过早的出现脱发、白发，过早的出现牙齿脱落，过早的出现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增生、骨病，过早的出现他的性功能明显的减退，或者缺失，完全丧失。所以精亏这里所说的精力不足的病机，也简称为精亏的病机，这个精就是指的广义之精，也就是脏腑之精。那么第二个方面是精瘀病机，精瘀病机这个精是指的狭义之精、生殖之精，说的具体一点讲就是男精女乱。那么在临床上精瘀呢，在临床上，在男性就可以导致不育，女性就出现不孕。像女性的输卵管堵塞，它就是应该是属于精瘀。那么男性来讲，像前列腺的肥大、前列腺的相关病症，也就是应该属于精瘀的。那这是咱们所说的精瘀，所瘀了以后就成为邪了。这是咱们讲到的精的病机。这一部分内容虽然只有两个病机，但是一定要它涉及到精的广狭两个意思内涵了，一定要弄清楚。第三个方面的病机，那就是血的病机。那么了解血的病机，首先应该知道血的概念，它是指人体内流动着的具有营养作用的红色液体。了解这一点有什么意思呢？对判断它是不是血的减少有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知道写生辰的背景是什么，写的主要生的功能是什么，写在体内是怎样循环运行的，影响血液循环的因素是什么。你把这些相关背景了解了，那你就能知道血的血时长的病机它的内涵是什么。血的病机呢，那么总体上应该包括一个是血的量的减少，二是血的循环运行发生障碍，还是两个方面。那么就血的不足，咱们通常称为血虚的病机来讲，首先是什么是血虚，是指血的不足所引起的病理状态，这里包括了它的量的减少、质地的变化，也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减退。所以在临床上这里必须明白，中医上所说的血虚和西医所说的贫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因什么原因、什么背景之下发生血虚，引起的背景不外乎是血的生成不足，而是血的消耗过多了，导致血的不足和功能减退了。那么哪些原因导致血的生成不足呢？与血生成的相关脏腑不外乎是肾、肾经、精能化血，精能生髓，髓能化血，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心阳温虚是经络心脉当中的阴气化为血。那最主要的是这几个脏腑，当这些脏腑的功能减退的时候，导致血的生成可以减退。第二个方面，消耗过多了，哪些原因呢？出血了，这是直接的原因。思虑过多影响了脾，脾不能运化血液，不能产生血生成的主要原料了，血生成主要物质基础了。另外呢，伤肾以后，不论哪一方面原因伤及肾，导致肾精减少，耗损过多，精不能生髓，髓不能化血，这是呢咱们所说的消耗过多。那么知道了现在这些原因以后，一方面导致血的生成不足，另一方面导致血的消耗过多，从而就会产生血的减少或功能减退，从而就形成血虚这样的病理基础。血虚病理基础出现的时候，你在临床上怎么去判断这种病，怎么知道是病人现在处于这种病机状态？刚才我谈了，血是人体里流动着的具有营养作用的红色液体，红的成分减少了，那你它的体表的肤色、面见、口唇、舌头、指甲颜色就必然是淡白，不红了嘛，就是淡红或者淡白了。如果肤色黑一点的人就是胃黄嘛。为什么胃是干燥的意思？因为血有滋润作用，所以血虚的病人皮肤也干燥、胃黄。那么血的营养作用，它又是肾的物质基础，所以它有心藏肾、心藏脉、心藏脉，脉能摄肾。这里脉就是血脉当中的血，脉当中的血。血不能滋养于心肾以后，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面色、肤色、唇舌甲的颜色变淡变白以外，它还表现出心慌心急。那么肝又能藏血，肝血不足的时候，必然导致冲人血亏虚了，冲人亏虚必然影响到女性的月经，因此月经量少色淡，甚至闭经。它真是月经来的年龄，但是这时候闭经，非怀孕性闭经。那这也应该作为判断它是血虚的重要原因。肝又能够助通过藏血能够助进营养于精，所以呢，血虚的时候血不能柔养于精，精气失去柔润的柔养以后啊，出现精气不柔了，因此表现出肢体拘挛、抽搐，这是肝血不足所致的。但凡出现上述的临床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血虚。那么它耗发的脏腑是以心肝两脏为主，所以在临床上常见的有心血虚、
心血虚症、肝血虚症、心肝血虚症，那么这三个症也就是以血虚作为基础的。第二个方面，血的运行失调，它又包括了血瘀、血热、血寒。血热血寒是影响到血的运行的，所以咱们放在血的运行障碍上考虑。血瘀是指的什么呢？血瘀是指的血在血脉当中运行迟缓或者不通，这种情况咱们就称为血瘀。它不同于咱们前面所说的淤血，这里就没有体内残存的离经之血，因此血瘀只是指脉中的血流动迟缓了，或者是运行在脉络当中淤阻了，这时候就叫血瘀。血瘀是一种病机，淤血是一种病理产物，这里讲的是病机，因此叫血瘀。哪些原因引起血瘀呢？那么一但凡能够引起气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气虚了，气不能行血，血行迟缓或者运行瘀阻了。但凡能引起气滞的原因都可以引起血瘀，因为气能行血，气本身瘀阻了，气本身瘀滞了，因此它不能推动局部的或者是大范围当中的血运行了，导致大范围或者局部的血运行迟缓或者瘀阻了。当然咱们前面讲到病理缠卧性的致病因素当中有淤血的，那一个局部有淤血这种病理缠卧了，那一个局部就可能进一步加重血瘀的这种病理结果，所以有淤血时候必然导致血瘀。上述就是咱们所谈到的，当然在临床上咱们可以导致血脉当中血寒时候寒在手印寒心凝滞，可以导致血脉运行不畅或者运行瘀阻。血热的时候呢，直接可以导致，为啥呢？血中有热的时候，热血能够伤耗血中的津液，使血液当中水分丢失了以后，血液运行质地变稠了，运行迟缓，这就是引起咱们所说的血瘀。血瘀的结果必然导致淤血，所以血瘀在临床这种病机在临床上特征，大凡是淤血的临床特征在这里都可以出现。比如说疼痛，那里有血瘀的病机发生，局部就有血瘀症，局部血瘀症出现的时候，局部疼痛它的特点刺痛、剧痛、剧按、持续、夜间生，它可以引起出血，这局部引起血块，舌质自然有瘀斑，血下呢舌下有脉络虚张，眉色面色可以发生青紫面舌，同时呢它可以有严重的时候也可以出现肌肤颊挫等，这是咱们所说的血的病机当中第二个方面血瘀。